哎呀，你说姐姐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啊？徐姨，你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喝杯牛奶吧。徐姨，我知道你很难过。但是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！你放心吧，雪清不会有事的。我们已经报警了，警察一定会找到他的。是我错了，是我光想着自己报仇，从来没有想过去多陪陪姐姐。我光想着自己，从来没有想过姐姐有多孤单。她病都快要好了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阿姨，你说姐姐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啊？你要相信姐姐对你的感情，她也一定希望你可以幸福、快乐的活着。那她为什么？她为什么宁愿选择消失，都不愿意见我？她一定是怪我没有去多多陪她，她一定是怪我了。先生，刚才您对面的女士给您留了一张纸条，谢谢啊。谢谢你听我说这一切，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协议，我需要时间，请暂时不要告诉协议我的事情，我会再联系你们的。希望你和协议一直幸福。对不起，协议，我没办法告诉你，你家里当年发生的事情，那对你太残忍了，所以我也不能告诉你我和你姐姐见面的事。你姐姐的事太奇怪了，我一定会替你查清楚的。你只要现在站出来，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。